年轻时代新作风，这个动作就老了。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最近那个我滑脸书有看到台风的新闻？有几个妹妹就说哦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在用脸书了。在讨论台风哦。对。我想说好，那我要开始用 IG， 就卡在那个限时动态。对呀，好难哦。我的女儿就会说：“妈咪，你的字太大，没有人字这么大的。”今天晚间10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妈妈好神之